非常的适合。然后它是一个可以穿到 L 号都没有问题的，这个地方裤头是这样松紧的，弹力很好，就是穿起来连合也非常适合，或是我们这个热卖的凉鞋，或是大家有买的这个尖头鞋，我觉得都很舒服。来，颜色要打啊，一个颜色，颜色帮我打，一个色的也要打颜色、啊。而且这个色系因为它是下着，所以完全不会挑肤色哦，就是我觉得是任何人都能驾驭的，这个真的超好看的。然后我觉得这个搭那个衬衫也好看，那个套装的那个衬衫上衣借我，不用拆掉，披肩拿走。多长？来，小帮手回一下。那我跟你们说，这个裙长啊，我是觉得小资女穿都不会太长。好吧，然后你要穿高腰一点或是低腰一点都可以自行去调整，超好看的。而且你们如果穿个小背心搭一个牛仔外套好看，或者是你们那些雪纺类的，我觉得这样配也很适合。我觉得这裙子真的很好，它的颜色真的很美，完全不老气哦。对，这条真的非常的大，好不容易找到这种穿起来不老气的花色，而且很便宜，才450，没有420，哎，才420再打93折，心算一下多少钱。裙只有一个色哦，凤珠，凤珠，就这个色，凤珠姐赶快加，这件真的质量我觉得质感非常好，然后就做一个这样层次感的感觉，完全不会显胖，有内里的哈、哦，有内里不会透的、哦，不会透，好不好？夏天就是要穿这样子，而且这个是平常穿，我觉得都是非常适合的。好了，这个裙子要的话赶快加它哦，非常的好穿搭，这个是编号02喽，来编号02哈、哦，杏色一个色哈、哦，杏色一个色，记得颜色也要打，好不好？